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佳明，我是小红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拍小学 vs 中学说话的方式，就是差别啦，会有什么差别？然后我就先说声对不起啦，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发布影片了。那个什么我家新养的鱼啊，那个不算影片，因为那个只是被骗来的，我只是发爽而已。所以你们会觉得为什么这个背景会很潮？因为现在是下雨的时间，下雨啊，下雨，下雨，你看地板湿湿。哎，很萌啊，所以我们就不要讲这样多话了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影片吧。先播一下。像吗？像这样。可以安静一下吗？可以。杨妈，那有一个吗？没有。Don't cry, don't cry。哎，你考试及格吗？你看一下。哪里？你再吵，我跟老师讲话。喂，你再吵，我打你哦。小红，你现在被老师打，你怕吗？怕啦。哎，教练。你要跟他死放火打，你怕吗？我不曾怕过。哎，小明，你做到功课吗？哎，惨，我没有做到，怎么办呢？等死喽。哎，你有做功课吗？哎，要做的没？晚上要去睡觉吧。是吧？好，来睡觉了。哎呀，喂，隔壁班老师打人打得很过力，本来的嘛，你不知道那个隔壁班老师的态度是怎样的，谁不认识他？喂，隔壁班老师打人打得西北过力哦。讲吧，那老师真的是。哎呀，就是这样的啦，哎呀。走，我们去跳啊。走。哇，你很拽耶。怎么样？一二三，开始。喂，你有吗？你呀、啊、妈，你在 LCLY 我就把你拉去厕所蹲哦。老师，请问我开厕所吗？喂，小红，你去哪里？厕所啦，这样有接没你？各位同学，明天是学校假期，所以会给你们一点功课来。做了哈，哇，老师，可以不要给这样多功课吗？是咯，这样多功课来做。哎，明天是学校公共假期，要去 shopping mall 玩嘛？好啊，各位同学，明天是学校假期，所以会给你们一点功课来做了哈。哈？啊？老师，你给我们这样多功课，我们也不会做的吗？是吧？这其实给我们玩的吗？哎呀，妈蛋了，鸡拉嘎！好，各位同学，给我拿笔写啊！啊，好，各位同学，给我拿笔写啊！哎呀，精彩精彩了，蓝边跟黑边都一样，是吧？都一样是边嘛，要边怎样哦？我又没有蓝边，现在怎样嘞？我就带笔而已。
好了啦，所以刚才的影片虽然很尴尬，虽然我们的演技不是到很好啦，可是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所以也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啦，然后也记得订阅我们两个啦，我会放在结尾后面。所以各位同学，拜拜。